过后，上帝的好消息都经常惊人，更多人听到耶稣救主的消息，改变相信主耶稣。巴拿巴和撒鲁做好基督徒工作的出耶路撒冷边的，其两撒都打耶路撒冷转安提奥基亚的地方。带领约翰尼斯出去本人喊到马古斯。这只是初按照其他地方大家都按照相信耶稣的人，都有其他者传上帝每一人和有教徒的人。基督徒出去巴拿巴斯、撒鲁斯、西梅安本人喊到布尼内、卢基乌斯基雷内人和梅纳罕。米拿罕出去穷下台，甲希罗德王安多安提巴斯。有一日子，基督徒穷下跪拜上帝，祷告甲禁食。这只是上帝的圣灵都讲，托出巴拿巴斯甲撒鲁斯本来，因为爱就安排将工作分给两撒做。过后基督徒都穷下禁食祷告。甲徛起树，边起几两筛头那当果，果的几条沙，都边几两沙，顺顺起做上帝的工作，唱上帝的心灵喊咩？因为到上帝的心灵喊咩？巴拿巴斯甲撒鲁斯都去撒罗基亚的地方，多个比几条沙都搭上去一扎多，加命安多十不少。初个比基督徒都去到一只城市，加命安到萨拉米斯的城市。各个基督徒都传上帝的好消息，初耶稣的人呢非常好。这只是约翰尼斯也有天几两撒，穷下去天数几两撒。过后基督徒也去隔壁的隆重地方，打一只地方，过一只地方。结果基督徒都去到巴佛西地方，初个比基督徒遇到一只耶稣的人，叫名安多巴耶稣，是讲犹拿尼位都喊到埃利马斯，埃利马斯出去一只有高门的人，但是其讲本人家的，其出去传上帝位的人，埃利马斯也是塞尔吉乌斯保罗的朋友。Sergius Paulus 出去记者地方的现状，他都按聪明的人。过后，因为到他按爱听上帝的好消息，他都喊巴拿巴斯和扫罗斯去见他。但是埃利马斯出去记犹太门的人，都按爱反对基督徒，他唔爱记者现状，便相信耶稣。过后，撒鲁斯是讲犹拿尼位也是喊到保罗的，他按住上帝的心灵初级信徒，他近看埃利马斯，过来讲：你出去抢魔鬼头，你抢去费心思，甲紧反对上帝的出路。爱多吉时，你将要唔爱录人，甲搞坏上帝的出路。今下上帝爱罚你。要母猪未变看不到其他日，连日头的光线你都还未看不到。当下这只是其次多枪有火人地道的母猪，过的家母猪变看不到马爱。过后其都亲命爱情人牵记，看到两事情，各只现状都变相信耶稣。因为其安抚主耶稣的教堂，